朋友。哎，吃点早饭。唐薇，你是不是一直喜欢我呀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你昨天自己说的。林然，我喜欢你。你说你喜欢我，喜欢你，离不开我，要时时刻刻跟我在一起。你胡说八道。你还说。因为我是弟弟，所以你不好意思下手，对吗？胡说！你还说我身材好，你就是馋我身子，想吻我。谁想吻你啊？滚！唐薇薇，又干嘛？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都过去这么多天了，先后做什么了吗？我想，我可能会做一件丢脸的事。没事，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，陪着你。我想开甜品店，而且可以每天生活在奶油里，生活应该也会过得甜一点吧。好，那就开甜品店。我呢，就希望姐姐每天的生活都是甜的。有人吗？李小姐啊。老板娘，前两天在你这儿订的封面到现在还没有交，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只能专门过来一趟了。封面啊，最近排期排得太满了，你们的单子得再等等。我之前付定金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定金归定金，业务归业务啊。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？你这说话不算数啊！我就是这么做生意的。你要是着急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给我加点钱，我让你们如期交。加钱？加多少？不多，就6万。你也好意思要？这么快看完了？没看，我是拿来还你的。爸，这些不是我想要的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开店。甜品店。开店？你不如换个爸爸。我供你读书这么多年，你毕业之后就要去开个甜品店，亏你还想得出来啊。是不是林然教你的？我都跟你讲了，年纪小不能要。你们还打没眼官司？你看看。爸，你别老怪林然，不关他的事。对啊，而且薇薇也不是听我说话的人。哼，我不想听你们解释。薇薇从小都很乖，从来都没让我操过心。你逃课，你打架，你还玩赛车。我哪有我？林然，什么赛车？